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awrence 邱俊昕，我是 Danielle 顏嘉樂，欢迎收看由 64 Coffee 冠名播出的 Chef Lawrence， 还有 Beauty Danielle 的合集节目啦。哇 ，Beauty Danielle 是第一次和 Chef Lawrence 合作耶！哇，你可以想象得到，我们这一次直接杀进来了新加坡 Expo， 就是有好东西要介绍给大家啦。他们身后场面是非常多人，非常壮观呢。再看看我们手上的咖啡，就知道我们今天是要来干嘛的了吧？大家应该猜到了吧？那我们就先品尝喽。等一下就一起去看一看喽。哇，在我们眼前这一台呢，就是来自葡萄牙的 Futura 咖啡机哦。哇，超级的有魅力的感觉，闪闪发亮。对，可是重点是它是全世界第一台的最新的咖啡机哦。而且它的特点呢，就是你可以客制化，所以无论你想要更变什么样的材质的握把，或者是怎么样的材质的旁边的这些设计啊，都能够去改变哦。无论是颜色啊，还是想让它里面的东西可以有一些改变啊，还是想让它的一些设计感官上呢有什么不一样，还是要客制化你的名字呢？哎，他们都可以帮你制造出来哦。而且他们是手工制作的，所以它可不是用机器直接拼成哦，而是用人工这样子用心的去拼接而成的。比起一些大，对，就比起一些华而不实的机器呢，它反而会比较精。精致而且比较实在哦，而且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它跟别家的机器不同的就是，他们竟然有5年的 guarantee 耶，5年，对，5年的保家哎，所以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担心你的机器会有什么问题哦，他们都会帮你一一的解决。哇，看来这台咖啡机真的非买不可了。没错，哇哦，这些咖啡可是由这些研磨豆机研磨出来的哦，是不是特别的香？香哎。哇，因为呢，它是来自西班牙的卡就南部的咖啡哦，而且据说有12种咖啡豆掺和在一起的哦，非常特别。没错，而这些咖啡豆呢，都有不同的形状跟不同的味道，所以集结在一起了之后呢，就会有更加不一样的味道啦，就特别的香。没错，因为呢，每个人喝咖啡的口味呢，其实有点不一样，可是他们非常的贴心，依据个人的口味呢，把一种一种的咖啡豆掺和在一起，哇，调配出这个大家都喜爱的咖啡。没错。所以呢，而且这个有120年的历史啊，他们可都是一代接着一代这样子传承下来的，所以这咖啡理所当然的就是越陈越香啦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在我们身后的这些咖啡胶囊呢？噔噔，他们可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咖啡哦，在我身边呢就是这个巴西的，还有这个非洲来的哦，我的呢就是印尼的，还有墨西哥跟秘鲁的咖啡豆哦。你们是不是以为呢它都是一个一个自己独制的咖啡呢？那你就错了，它们其实都可以混合哦。没错，所以我们现场呢就要调配出属于我们自己口味的咖啡哦，然后再交给我们的咖啡师来帮我们调配调配啦。哎，我怎么摇这个好像在摇珍珠奶茶的感觉？误会大了，应该是咖啡吧。不要走错摊了，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咖啡啦。那我就分你一个来，现在来调配我们自己的咖啡喽。好，我想要这个巴西的，先来个秘鲁的。在我们身边的就是我们帅帅的咖啡师 JustClick。欢迎。哇，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把这个咖啡豆倒进去里面啦。期待它的变化是什么？自己加的要自己喝哦，它好像要乱加了一堆，就看出它的味道是什么。是专业的来说，Thank you. 好香啊！好香哎！太香了。很好喝，而且可能是因为一边喝咖啡又有美丽的风景可以欣赏，所以喝起来特别的香。如果想要把这个好喝的咖啡呢，那一定要把 Cisco Coffee 带回家啦。那今天好喝的咖啡就介绍到这里咯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